一般来说，白内障手术需要做的手术前的常规检查包括心电图、胸片、血尿常规、大便常规、肝肾功能。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，还有凝血的功能。那么特殊的检查呢，包括眼部的 B 超、眼部的 A 超，还有人工晶体的计算。那么白内障术前的一些检查还要有角膜的取粒检查、角膜的内皮细胞功能的检查。当然这些检查是在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比如说如果有高血压还需要监测血压，如果有高血糖还需要监测空腹以及餐后的血糖。